Drunken After Dark。我哋关咗十分钟，你又关咗个窿出嚟啫。白色唔系因为佢未熟啊？咩啊？咩事啊？呢个人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到嚟 Circle Ken Channel， 我系 Circle， 我系阿 Ken。适逢咧下个礼拜咧就系万圣节啦，咁喺加拿大嘅四周围咧都系布满住南瓜啦，同埋万圣节嘅装饰嘅，咁所以我哋今日嘅活动系刮南瓜同埋睇南瓜。咁我唔知大家有冇刮过南瓜啦，咁我哋系未嘅，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咧就买一个好特别嘅南瓜，就同大家一齐刮一下。开。我都未见过有白色的南瓜，其实好唔好食噶？系咪冇味噶？唔知咧。所以咧，今日我哋伟大嘅设计师阿 Ken 咧，佢就会画翻一个 Circle Ken 上去，然之后就交俾我刮嘅。咁然之后我哋睇下呢个成品成唔成功，我哋就拎出去一齐睇南瓜啦。好，咁事不宜迟啦，我哋马上开始。Go！不如就咁啦，我觉得几 Halloween 啦。超级危险，系咪因为佢未熟啊？白色系咪因为佢未熟啊？咩啊？咩事啊？呢、這个人，我握只手嘅，开高温。哇！点解佢入边咁样色嘅？有阵啲牛奶冰味嘅，啊，即系蜜瓜味啊？系嘛？好，下一步啦 ，Step two， 要呢个瓜个皮好厚喎，一阵刮嗰阵可能会好痛苦。系咪其实南瓜真系一种佢就种，真系会咁样种一扎出嚟嘅，所以就唔好食。有冇人可以话俾我听？同埋有冇人真系会买南瓜翻嚟咁样一大个切嚟食噶？会食到出年嘅。通常啲人都食唔晒噶。好，真系差唔多啦。我见入边好似好清。好，而家嚟啦！哇，完全系睇唔到噶喎！睇下，睇下，黑瓜得唔得？得唔得入去啊？哇，差好远喎！我见佢，我谂要即系都要慢慢挑咯。大过啲南瓜应该系易挑啲嘅，其实佢淋啲啊，因为唔系你好就力啲啊嘛。哇，发现刮字系好难嘅，总之刮两只眼一个鼻算啦。哇，嗰啲可以挑到花出嚟嗰啲人真系犀利，但系佢哋应该系有器材，有器材嘅。我哋刮咗十分钟，你又刮咗个窿出嚟啫。哇哇哇！师傅 Ken， 我哋改变策略啊，因为咧实在刮太耐啊，如果要刮晒成个名字，我哋就系 C33C。好嚟啦，我而家刮心心，系咪要挑咗佢出面先啊？其实系嘅，好难形容呢种质感。系啊，但系同时好硬，但系同时又好易会解出界。知啦，即系你个心系大细心嘅，系啊，但系真系几靓，嗰个有力嘅人系差好远啦。咦，照计冇嘢连住喎，点解仲系？你可以突然间顶出嚟啊！仲有一嚿嘅，仲有一嚿嘅。我以前咧压好高分嘅，我每次都攞 F， 唔谂易做到噶。其实 OK 嘅，睇得出个心嚟嘅。唔得，我要完美啲。知唔知个心啊？平。自己有啲裝備先得噶嘛，咁我哋就批咗一個自己拎過去咧，就融為一體嘅同埋。咁細個南瓜，你可以整俾你自己嘅小朋友，但係 trick or treat。媽咪，我要糖。係咯，我覺得真係好。我覺得呢個真係好好，我哋設計呢個，不如攞去賣啦。我
哋咁樣。拍完呢集之後攞去，係咯，攞去賣 merch。咁我哋事不宜遲啦，立即出發 ，Go！ Go!介紹下，其實我哋而家呢個係咩嚟㗎？呢個叫做 Pumpkin After Dark。我諗係每年萬聖節佢哋都會搞嘅一個活動。但我覺得最主要係睇咧，佢哋有好多南瓜嘅雕塑，即係最主要應該係一啲藝術品，即係當藝術品咁睇咯。嗰邊已經有人喺度雕緊。我哋攞咗我哋自己嗰個出嚟啊！但係跟住你睇人哋嗰啲。他們是真的有自己的工具咯，還有他們是由面開始慢慢雕，即是當雕塑這樣做咯，不像我們這些粗魯又亂來。我們為了節日氣氛而刮了這個南瓜，我已經收回來了。我覺得挺好啊，我們的影子。總之真的拿來裝糖請人吃啦，讓它看起來好像沒那麼尷尬。但我覺得我們這些真的很特別，我們是白色的，因為一會兒如果看到一些白色的，沒了，我們就沒有獨特性了。馬上我想问呢个系咪高远嚟噶？唔系呀，盘骨啊！我冇谂过佢咁大。好像很多嘢睇咁樣咯，係咯，佢係 stadium 嚟㗎，直情，即係平時呢度係日頭係球場嚟㗎，係咯，你睇呢邊直情係見到個球場，哦，好得意啊，哦，我哋頭先已經行咗大概十五分鐘到啦，我哋仲未到目的地咯，而且仲要行梯上去先到咯，有排咯，嚇，我哋未係㗎，未係㗎，我哋而家係入口嚟㗎咋，嚇。哇，好誇張喎呢度，喂，好抵喎，突然之間覺得好抵睇喎呢度。係啦係啦，唔知恐唔恐怖嘅咧？唔恐怖嘅，佢話合家歡噶嘛，恐怖我唔嚟噶。Pumpkin After Dark。Pumpkin After Dark。哇！哇，好犀利喎！佢係好幾個南瓜砌埋一齊。前面呢個咧就是我哋上網見到，然之後啲人打卡好靚。嚟咗之後真係感覺到呢邊萬聖節係好算係好大嘅，氣氛好高漲，氣氛好高漲。呢啲氣氛可能我哋入迪士尼啊，或者入海洋公園先感受到。呢度到真係十月三十一號咧，一街都係啲妖魔鬼怪喺度。反而香港可能就係喺老闆先會見到咯。我覺得呢個唔可以算係一個萬聖節嘅活動咯，呢個好似嚟睇畫展咁啊，睇藝術咯。我去呢個係希臘神話區，哇，好靚個美杜莎真係不得了，哇，佢啲蛇嗰啲鱗片，誇張。巨石陣喎，呢度係。好啊，哦，呢個係嗰啲愛斯基摩人啊。冰谷咯，呢邊係。係啊，嗰邊就雪橇咯。你睇下啲狼狗好鬼得意啊！佢係連啲 detail 位都做得好細緻咯。哇，好靚啊！立體感好足。係啦，你俾人睇下係咩嚟啊？呢啲全部都唔係真係投影嚟㗎，係真係南瓜雕咗。估唔到喺温哥華都會見到 Mira 成員啊！都幾得人驚，但個靚妹咁夠膽嘅。個靚仔幾時會嚇佢啦？佢咪藝術，一個藝術嚟嘅。你屬咩啊？我屬牛㗎。
咩啊？猪。我属于你。其实佢咪又有唔同嘅，即系佢唔同剪，佢系唔同嘅 artist 去做，但我觉得。佢可以寫翻邊個 artist， 唔係邊個藝術家，咁我哋可以知道翻咁樣，係好型，不過我覺得好可怕。我係噩夢啊，最驚嘅嘢。平時喺屋企見唔夠，嚟到呢度仲要見到佢。好驚啊！我學佢講嘢啊！你呢個係唐老鴨。你呢個係瞓著咗。咁你扮一次啊？哎呀呀呀呀呀！我见到我好中意嘅嘢啊，系悟空啊，武士区。武士区，唔系佢系日本区啊，咁可能系。哦，可能系、哦。点解刘克会同 One Piece 嘅角色摆埋一齐？但刘克好靓啊！大集会咯。系啊，大集会。日本嘢啊，动漫嘢摆埋一齐。好 ，zoom 到埋俾大家估系咩啊？三二一开估，三二一系喷火龙。我很喜歡 Tim Burton， 而且我很喜歡 Stop Motion 這套東西，我是看過無數那麼多次。我嚇親了，好害怕。我來到溫哥華之後呢，好像看這些藝術東西的次數高了，因為這裡周圍都是。以前在香港就算有，我們都可能很少去。沒辦法，香港藝術已死。不是，我們的藝術水平比較低，不要說香港藝術已死。不是，我意思是政府不會那麼多資源去支持他去做這些東西，但這些是一定是背後的資金幫他去做的。還有傳統工業呢，一定是很多年來的累積，而我們香港這麼多年來沒有培育呢，就搞到斷債層，就算以前有的工藝那些什麼廠那些全部都倒閉，主要現在都要清拆。對，這裡的唯一不好處就是我看不到路。超級靚，好型啊！主要是鏡頭看咧，係真係一張卡咁樣咯。我依度睇係見到啲南瓜噶咯。我覺得現實睇真係有嗰種實感，因為你見到手工感，係有嗰種手工感咯。你見到雖然佢有瑕疵，但係無阻佢真係好靚。係啦，佢呢個活動基本上去到31號嘅，所以如果你有興趣都可以自己睇下。哦，完曬咯！好睇好睇。最特別是香港完全冇呢啲挑南瓜工藝啦、嗯。香港可能是那些叫做投射展啊，即係嗰啲投影展啊。同埋都關事，因為香港本身其實冇乜南瓜好盛產嘅。哦，都係咁啱喺萬聖節嘅呢段時間就係盛產南瓜，所以就其實呢段時間都好多同南瓜有關嘅 festival 或者係展覽。我覺得呢個活動好啱一家大細嚟咯，首先情侶都好啱咯，所以我俾都有700分，因為都挺值得嚟嘅，我覺得。同埋如果你第一次嚟，尤其是我哋未睇過，就會覺得哇好靚啊，好神奇啊！如果你年年都搞，而且嗰啲雕塑又差唔多嘅話，就可能未必咯。不過今年我覺得都好靚。如果要講佢嘅缺點啊，佢唯一缺點係我睇唔到路啊，我有少少夜盲，因為但係其實整個感覺啊，氣氛都好好嘅，即係由頭行到尾都覺得係好好靚，成個感覺都係好有 feel 咁樣。同埋又唔係好貴，我覺得值幾值得嚟。即是夜晚冇咩好做，啲人話加拿大夜晚悶啊，冇咩好做啊。而家呢個就係一個好好嘅活動。咁我哋終於去完呢個 Pumpkins After Dark 啦。咁我覺得呢個活動其實都好值得去嘅，同埋我哋今朝又自己試過咁樣刮南瓜，然之後體驗到真係便宜嘅。係啦，就真係覺得佢哋哇好犀利啊！我哋有史以嚟第一次刮，然之後刮到死下死下咁樣，但係佢哋嗰啲咧又靚，跟住又好有心機，所以都好欣賞啦。咁如果大家真係唔嚇得嘅，好似佢咁樣嘅，咁啊歡迎嚟呢個活動參加下啦。咁啊，今日我哋呢條片就到呢度先啦。如果你中意我哋條片嘅話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， 因為我哋已經到咗1000訂閱啦。係啦，所以我哋嚟緊咧就會有個驚喜送俾大家嘅，不過要時間準備啦，咁所以大家多多期待啦。好啦，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